今集咧，我会讲一个大家应该好熟悉嘅字，就系 that。that 喺英文入边咧，除咗有 determiner 嘅用途之外咧，即系 this and that 嗰个 that 啦，喺名词前面有嗰个嘅意思。佢仲有两个唔同嘅结构性用途嘅，用嚟连接一啲完整嘅 clause 嘅。今集咧，我首先会讲第一个结构性用途，即系咧 that 作为 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 或者中文叫做附属连接词。嘅用法，咁当 that 系用嚟连接唔同嘅 clause 嘅时候咧，有时会被省略嘅。例如啦 ，I hope that I will get in 呢个用 that 连接两个 clause 嘅句子咧，可以就咁改成 I hope I will get in， 冇咗 that。不过咧，大家要首先理解 that 作为连接词嘅作用咧，先可以明白几时可以省略嘅。首先 ，that 系一个连接词，即系咧佢嘅作用系将一个完整嘅 clause 连接去另外一个完整嘅 clause 嗰度。我喺讲 clause 基本结构嘅时候讲过咧。完整的 clause 有两种，一种叫做 main clause 或者 independent clause， 自己可以独立做完整的句子的。另一种完整的 clause 叫做 dependent clause， 虽然它在结构上面都是完整，但因为它的意思上面和 main clause 有某些附属的关系，不可以自己独立成为完整的句子的，一定要连住 main clause 组成一些有两个 clause 或者以上的句子。我们要将完整的 dependent clause 连接去另外一个 clause 那里，组成有多过一个 clause 的完整句子，就要用表达附属关系的连接词，英文叫做 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 subordinating 的意思是将一样东西变成附属，如果不记得可以找回我 linking clauses 的 video。 当我们一见到这种连接词，例如 because、 if 和 when， 我们就知道后面跟着的是一句 dependent clause， 即是一句虽然完整但不可以独立成为句子的 clause。That 亦都是一个 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 嚟嘅，不过它同 because 同 when 呢啲有啲分别，因为咧佢冇特别意思嘅，只系好似胶水咁样，将一句 dependent clause 驳到例如有 think、believe 同埋 hope 呢一类动词嘅 clause 咧，去完成个大句子入边嘅意思嘅。喺 I think that she is a good role model 呢一句入边咧 ，that 系将 she is a good role model 呢一句完整嘅 dependent clause 连接住前面嘅大句子，即系咧完成 I 系 subject。Think 是 finite verb 这句 clause 的意思。在这里，因为 subject 我想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要用整个 clause 去表达的，所以会有这个结构了。That 的用途是显示给我们看 dependent clause 在这里开始，这里是两个 clause 连接的地方。当我们用 that 来做附属连接词，将一句 dependent clause 驳到一句 main clause 那里，有时候可以省略的。但是要留意每一句的情况，因为有时省略了 that 会令到 dependent clause 连接住 main clause 的位置很不清楚的。通常我们只会在 dependent clause 很清楚的情况之下才省略 that 的。例如我们这句例句就是一句可以省略 that 的句子，因为 she is a good role model 很清楚是一句 dependent clause。 清不清楚是用什么来决定的呢？我说这句 dependent clause 清楚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因为 main clause 入面 think 这个动词多数是跟着 dependent clause 的，去讲 think 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 I think 开始的 clause 已经可以预计到后面应该有一个 dependent clause 跟着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she 是一个 subject pronoun， 所以我们知道由 she 开始的这组字一定是一个新 clause 来的。因为 she is a good role model 很明显是接着 I think 的 dependent clause，所以就算我们省略了好像胶水的连接词 that，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I think 和 she is a good role model 是两个 clause 来的，而个 dependent clause 是在 she 那里开始的，就算省略了 that， 个 dependent clause 的开始一样是很清楚。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不应该省略 that 呢？就是有机会会混淆 dependent clause 的开始做另一种词组的时候。例如 I see the swing is not there anymore 这句句子呢，其实和刚才的 I think she's a good role model 结构完全一模一样的，分别是 I think 和 I see 开始的 clause 接着一句 dependent clause。 但是不同的是呢，这个例子的 main clause 里面 finite verb 是 see， 如果我们省略了 that 呢，就会很不清楚，因为 see 不是好像 think 那样多数跟着 dependent clause 的。大部分时间呢 see 是用作一个 transitive 的动词的，即是呢在它后面多数是接着一个 object 的名词。大家可以看看这两句结构上的分别去理解这点。我们用 see 做动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讲 see 一样东西，一个名词，例如 I see the swing。 但是我们见到那一样东西有时也可以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需要用整个 dependent clause 去表达的。例如如果我们要讲我们见到这个千秋已经不在了，就要用 the swing is not there anymore 这句完整的 clause 去表达，
再用 that 咧接住去 I see 嗰度，组成呢句有两个 clause 嘅句子。所以我哋睇到 I see the swing is not there anymore 呢一句咧，可能会读到 I see the swing 就当咗 the swing 系一个 direct object 嘅名词，然后再见到 the swing 后面有 finite verb is 咧。先知道原來呢一度係個 dependent clause 嘅開始嚟嘅喎，咁去到呢度我哋可能要成句再讀一次咧，先知道原來係 I see 加 dependent clause 嘅結構啦。即係話咧，因為前面嘅動詞 see 同埋呢一個字形可以係 object 名詞嘅 the swing， 由 the swing 開始嘅 dependent clause 一啲都唔清楚，我哋要再睇一次先知 the swing is not there anymore 係一句連接住 I see 嘅 dependent clause。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没有省略到 that 这个引出 dependent clause 的连接词就会清楚很多了，因为我们一见到 that 就自然知道那里是新的 dependent clause 的开始，所以最好不要省略它。现在大家应该明白 that 作为附属连接词的作用是引出一句 dependent clause 的，我们一见到 that 就知道那里是 dependent clause 的开始了。但是虽然它有时可以被省略，大家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这样做，什么情况之下不可以。拜拜。